首歌有一点点难，是因为这边它有两个 note 是拉来的，OK，然后还有一个 note 是叫做 G sharp，我们读 C 啦，OK，这个拉啊，就是你在放你的手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升一个 note 上去这个拉，OK，然后刚才我讲那一个 C 呢，你就是在这一个黑色的 C，OK，我现在弹这首歌给你听。然后你跟着这样子弹，La ti do re fa mi mi la la mi。